晚上好，Hello，对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我的应援服，呵呵，我是世界上第一个穿上它的，是吗？你们都没有哦，虽然我都没有洗它，我就已经穿上了。对，明天就周一了。这是什么码？我不知道哎，怎么看呢？M 码哇，好厉害啊！这是 M 码，感觉 M 码对我来说就刚刚好，但我比较喜欢买，比较喜欢买大一点。没有让应援会再给我的意思，就是只是我平时的话会穿 L 码，但是穿这个 M 码对我来说是刚刚好，妥妥。哎呀，好痛啊！你是不是不应该蹭我的手机呀？啊，我在这儿呢，头头。对，这个是我收到的一个项链，这上面是坨坨，好可爱。然后后面这上面还刻了发财，我就戴上它。这是坨坨的应援项链吧？好，晚安。拿自拍换 L 码，相机小短裤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谢谢，ID 叫什么好呢？生日快乐版的生日蛋糕，生日快乐。是有叫什么 ID 陪你一起过生日吧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祝你天天开心。哎呦，我的刘海，它总是会被我剪短，所以每次我都会把它飞起来。这发色用了那个洗发水，还蛮不错的。谢谢猪猪在这呢，生日蛋糕，猪猪生日了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猪猪猪生日快乐。刘海不放下来吗？因为歌曲不适合。安可舞台应该是21号。对，是去黄的洗发水。眉毛是用的染眉膏，就之前漂了，但是没什么用。就喷发胶，它就不会掉下来，但还是黄黄的。我已经不想染灰了，22去。广州吧，应该是。谢谢苏景年的生日蛋糕，这么多人过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因为后面就没有时间安排了，所以就极限操作了一下。对，22巡演就早上去，然后晚上公演。
谢谢走过时光的夜蝶。好，好，我会雨露均沾我的体力的，会记得的。有时候一上台就激动了，就会忘记。谢谢取名字苦手，Hello，谢谢。我们放首歌吧，我们放首歌听听好不好？来放什么歌呢？哎。谢谢211，一口一个小拳头的夜蝶。诶，去哪里了？刚刚在车上还在听呢。等一下，Boy, I, boy, I, boy, no, I don't envy him. 就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就很想跳舞，公演完也很想跳舞。都是我的现场大哥观众。谢谢除夕不熬夜的夜蝶，今天我还收到一张除夕睡觉的照片。我跳水超低。现在习惯了，习惯疼痛了。衣服真好看呀，是呀，我也觉得，耶耶。是的，他们动作，副歌动作都很洗脑。很好记，谢谢。我就叫喂喂喂的权杖，谢谢喂喂喂。因为我刘海又被我剪短，所以它就变高了。别唱了，Boy no, you got to be boy no, boy no, boy no。再来一首歌，再来一首，哎，不是这首，
作品，谢谢冻柠茶大王的夜蝶。会不会就听了之后就睡不着了呀？哈哈，谢谢苏景言的夜蝶。鼻炎，我发现我鼻炎，去杭州了也会鼻炎。那到底是谁，是什么东西让我鼻炎呢？天气变化。冷空气。Grey 灰尘，哦，有可能是那个剧场，就灰尘会比较大。Grey。谢谢一坨小憨憨的夜蝶。马戏好看吗？虽然我中途不小心睡着了，因为太困了，然后后面还是因为被精彩的表演一下子打起精神来了，主要还是很担心他们，就觉得他们很不容易，就整个人就提心吊胆。没有，这次没有，这次看的非常啊 ，savage 听的，这次看了非常的佩服他们，因为我们后来有跟那些演员有合照嘛，然后就看到他们，就是台上像那种会就是超能力的，台下一看还是一个普通人，就觉得他们很厉害，他们上台。就他们表演的那些节目，就是那种比较反人类的感觉，就学武术的人应该都会很辛苦，很多伤吧。是的，头头好像健康。谢谢坨坨的丈母娘的皇冠，谢谢坨坨的丈母娘。谢谢全球绘画金奖得主修业大师本人的夜蝶，谢谢。噔，我没有手，嘘。那呀那，就爱就 you know 呀 no， 爱情才迷。你们都听过呀。谢谢走过时光，祝什么呀身体健康一点，谢谢祝福，你也是哦。Finally，是一击，为了今晚的打歌苦练。谢谢修耶豆豆也，什么摇老婆版的夜蝶。最近
我也是刚好想不起来最近干嘛了，所以吃饭应该是好好吃吧。生日公演早就定了呀，11月底。啊，妈的呀！哦，对了，因为满满当当的就感觉自己什么都做，所以吃饭也做，不然没有力气。11月28号应该是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阿玛玛比亚，你在阿玛玛比亚下午吗？我不知道哎。11月28，但是不光吃了一个萨琪玛，我还吃了刀豆土豆。然后我还跟我们的老师说刀豆是什么，应该就是刀豆，刀豆土豆，上海话，刀豆。这个抖音很火，哎呦，不错，吓到你了。哎呦，疼疼疼疼，打到脚中了。咻！不小心偷偷把那个支架给弄倒了，不知道有没有直播。呼呼，给头头呼呼，呼呼，给你们呼呼，扇一扇就不会疼了。扇一扇，就是扇一扇。给你们扇风，你们不知道伤口疼的时候就要吹吗？然后用手扇扇就会降低疼痛度。谢谢与阿静两情相悦，悦做依靠板的意思。好，吹，我就这样了嘛，真的是都发问号干什么？痛痛飞走，怎么就敷衍了？我对头头也这样的好吗？是不是头头？我刚刚也这样对你，啊，你这个，那帅那美。那帅那美，谢谢星星爱你的一点。谢谢每天都在小瑶瑶的夜店。我还收到过韩语的书，我还有想过。这个有点像蓝子，这些地球是我托人的一点。其实我家里人也想让我去学一个语言，但是我英语都没有学好。谢谢月亮是我可弯的一点。嗯，婆婆你不要
不要再看了，你会打到自己的。我上海话也没讲好。真的吗？我看不懂，我能听懂一些啊，不是。说出来话有点不好意思。谢谢叫什么 ID 好呢？露露生日快乐，是祝你生日快乐，这就看哈密达。因为小时候谢谢一眼水波浪号的一点。那谁的美粤语我妈妈很喜欢。翻页了翻页。驾照打算明年再说，但是我太路痴了，我有点害怕。谢谢 Chris 127给一点。不行了，彤彤，你离我远点吧，我有点想打喷嚏。哦，这小朋友生日快乐，南美。对，我是路痴，现在导航也不太好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有个证比较好，确实，我也是这么想。让人家美，让人家给。哎呀，彤彤，谢谢 FOXI 的叶蝶。对他，我每次公演结束，他都会很活泼。江恩，哈哈哈哈，谢谢金光闪闪的面包渣渣放飞版的戴安娜，谢谢送的小猫。哎呦！I wanna be somebody， 长命百岁，长命百岁。Me me me， I wanna be somebody。Everybody， 你你。平时我经常在房间睡。It's none of your business. Business. 谢谢变秃才会变强耶，百拳超人么么啾的叶蝶。生日公演是11月28。啊，居然看到了。我那个磕破是因为去杭州的时候就破了，然后今天它就又撕裂了，就本来伤口快愈合，然后一跪它就又撕裂了。就洗澡的时候我很怕疼。对，在剧场就是会摩擦到，没穿长裤，或者说反正只要入戏就容易摩擦到那个地方，因为我每次跪的地方都是跪在那个伤口上。当然不是在剧场了，我是先办御三家的，因为怕场地不好租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谢谢
猛摇老婆的爷爷。生日会不就是生日公演吗？不是一样东西吗？还不知道是几，是晚上还是下午？嘿，谢谢二鱼鱼鱼鱼鱼的夜店生日会。我有任何关于场地的消息，我知道了就告诉你们好吗？但现在我除了知道时间和不是剧场办之外 I love myself 没有其他可知的，其他可知的就是我自己的节目。哒啦哒啦耶，不透露不透露。嘉宾一时半会不会选的。还有一个多月呢。对，打印打印。你知道，你们知道，我不知道会不会直播。听说有性感的，还有拉普，谁告诉你的？我歌单都还在筹划中呢，虽然已经。生日会是就是生日公演吗？洛丽塔这么想看，这么想看。I love myself。其实我，哎，我这样算不算剧透呢？我，反正我下场公演会换 unit， 我在纠结是跳公主位还是跳骑士位。菩萨。我已经剧透了，好了。耶！啦啦啦啦！其实我很喜欢那个，我不知道是几号位，就是跟公主一起跳那个舞的那个中间有一趴。我很想跳那个位置。发型是不是要改？但还有别的音乐歌呢。啊，对对对，那个踢踏舞，那个算踢踏舞吗？算。穿洛丽塔不能换衣服，不能换衣服。刚刚那个动作就是这样。什么时候洛丽塔的能换衣服的时候再穿洛丽塔？现在洛丽塔被我完美的封好，然后呢？把它整整齐齐的摆在我的衣柜里面。舍不得呀，要把它好好的摆在那里，给它专门腾出一个洛丽塔专用位。
我不会剧透，我不会剧透，不要再问了，不要再问了。什么？我真爱洛，我真爱大家穿洛丽塔，我真爱看。杂志都没剧透，因为那段时间刚好身体不太好，然后就没有，当时就没有怎么说。今天身体还行，但是这两天还是容易睡不好，主要最近坨坨身体变好，然后他就晚上又开始喜欢搞花样出来了。对，坨坨只要身体好了，他跟他平时那样子完全不一样。但我每次想拍他，他打呼噜。我每次想拍他的时候，他都会知道我在拍他，然后就立马停止。坨坨最近喝水还挺多，他好像不光肠胃炎这段期间，平时都喝的挺多的，但最近因为一直在排练也没有关注，但是那个水壶还是很快就没了。对，我嘴巴干，是因为我有点感冒。坨坨，不要弄倒哦！干嘛？山来了！说感冒，坨坨就来给我温暖了。没吃感冒药，我不敢乱吃药，我怕互相有副作用。真假的？真，我真配合他，已经伤风感冒。上海不冷，上海挺热。谢谢红茶拿铁去冰的一碟。我一会儿，我估计很快要走了，还约了人。谢谢奥利奥小饼干扭一扭版的一碟。对呀，你们猜。我到35分走好吗？谢谢小石头 ISMY 的一碟。那个小妹妹不需要橡皮筋，能猜出来吗？哎呦，嘿，哎，谢谢，此地是他乡的夜店。BB， 嘿，谢谢，失效药丸的一碟。
那个和我条用的有点感觉。单立人嘛，什么也几个，就他一个啊？不对，还不一定。谢谢微醺的酒的皇冠，谢谢微醺的酒。谢谢 Mario 小汪的一点。什么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在说什么怪话？最近我们的这个应援服很好，大家多穿一点我们这种款式的应援服，就这个袖口也很紧，就不会脱掉防脱。对，就是很好看，就单纯觉得好看，然后推荐给大家穿。什么颜色好看？你穿当然什么颜色都好看了。冬天要到了，多穿点暖和。哪款显摆？你等我一件一件穿完，然后我会告诉你，都很显摆。为什么一定要白呢？不需要一定要让自己看上去很白。对，我有好多颜色，我每一件都有哦。黑色反光。哦，点评一下，这次还有点评吗？本大师的作品，蜡笔小新，蜡笔小新的嘴巴显得嘴唇有点薄，可以给他涂个口红。袜子我还没有呢，想看 pink 的。因为我发现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在我本子上画很好看，出现在这里就也有点奇怪。超人很好看，可能蜡笔小新又看到动感超人太激动了，所以嘴巴都张大了，然后他嘴唇就看上去有点薄。吹风机，那这个吹头发很容易吹干哦。粉色就很显可爱啊，就看上去很香的样子，就是整个人就是一个草莓，然后又有种雪糕的感觉，就会想要让人靠近它，因为觉得它很甜。就是甜甜本人啦，穿上粉色就是甜甜本人啦，可以吗？怎么样？有心动吗？不想当甜甜吗？就整个人穿上它就会散发出那种粉色的泡泡哦。然后那个泡泡还会咻的一下传到你想传递的地方。双马尾，好呀，你们穿粉色的卫衣的时候记得要双马尾哦。泡泡可以扎破吗？泡泡不会扎。泡泡要下载。会，只要
对呀、啊，泡泡都是粉色的。黑色的话就是用来炫耀自己家的猫，因为大家都知道黑色都很粘毛，但是呢，自家的猫毛就是一种富贵的象征，因为大家都知道猫咪是很需要照顾的，你要花大笔的钱照顾它，然后呢，你粘上的猫毛的质量更能显示。就能衬出来你有多照顾好这只猫咪，因为能从你这个衣服上的猫毛看出来，它富有光泽感。然后呢，它也不是那种因为一些不好的，可能就是一般季节换季的时候才会掉毛的关系。我现在穿是 M 码。无毛猫，无毛猫的话，它的胡子，而且黑色很显白，因为穿黑色你照相肯定会曝光，然后呢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就直接发光到没有了。抹茶绿呢？抹茶绿比较适合一些。富有活力的，就是像翔阳他们住的那种大草原一样。你穿上它，你就感觉自己身上有无数只小羊在身上奔跑，然后你还能听到美羊羊对沸羊羊说：“沸羊羊，我讨厌你。”你还能听到美羊羊对喜羊羊说：“美羊羊，我喜欢你。”你如果。穿上它穿久了，哎，你就会发现，村长慢吞吞的从你的左袖管跑到了你的右袖管。他头上的那根草呢，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它、珍惜它，因为它可以给你带来好运哦。所以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抹茶绿可以给你带来好运。驼 羊羊。驼羊羊是山羊，还是那种在泥巴里面滚来滚去那个山羊公主？哎，我们同桌是山羊公主吗？羚羊公主啊，是羚羊吗？那公主叫什么来着？对，好像颜色差不多。不，其他颜色呢，它就不光是好运了。它还会，你看黑色象征着富贵，是不是？你不能太贪心，如果你想要都有的话，那你可以选择叠穿哦。好了，我要准备走了，剩下的我们下次再编，好吗？好的，我的 M 码呢，就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我的腰在这里。然后这件衣服就刚好是在我的这个胯骨这边啊，然后这个袖口呢，就是冷的时候还可以这样子，就是 M 码对于一个1.68米的我来说，就是冷的时候还可以这样子攥一下，它没有说刚好到我的手腕，就是它是设计了一点点加长版的袖子，供大家冬天的秋天的时候冷的时候，可以钻进去，然后后背呢也是一个非常舒服、自由的感觉，然后包括我这个裤子呢也是非常合身，然后它还有个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文明？它还有个收紧带，就是 你要是觉得大呢，你就可以把它收紧，就你不管买多大码，你都不用担心。你看坨坨都伸出了手，他说：“给我来一件，是不是？”坨坨心动了。坨坨，哎呀，坨坨要把我衣服抢走了，我要跟他去抢夺我的衣服了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真走了，坨坨不要抓我！好的，拜拜。
拜拜，拜拜。就是穿上这件衣服，反正真的很开心，然后呢，就非常的感动，因为没想到大家这么喜欢我的画，然后呢，之后也会有更多的作品带给大家，就是如此美丽的画作，以后一定会多多努力的，那之后就继续加油吧，好了，就是这样，拜拜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我走了啊，晚安，晚安。走了啊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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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机长，机长，机长，走了啊。